Hello， 大家好，上课喽，欢迎继续回来下半场的唱作俱佳。那在外面的朋友们呢，里面还有很多的空位，所以今天如果想要贴近演出者的话呢，都欢迎可以来到室内集中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一组的报名的朋友呢，他是第一次来到这边，他叫做何兆新，对，那他是 ABC， 对，他是 ABC， 然后现在在新竹。好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他。耶、yeah. ！